莫道莫，那可以伸缩，对，可以调。这样对不对？就现在，现在离别了，完成，对，没有那你，我现在看着，然后看外面。再来。舟船明日是长安。舟。舟。船舟。哦，舟。船。无稽哈、哦，这个稽哦，要会写。无稽再来呢。缓慢的缓，缓舞，跳舞。缓舞。刘君醉，留下来的刘君醉，下来。随意，清风白鹿海。清风，那青色的枫叶，清风。啊，青色的青。青。哪一个青？青色的青。去掉三点水。就是去的青的。去的。不是，没有水部，没关系。没有水部。没关系的。青。枫叶的枫。清风。啊。枫叶的枫。可以，这个枫还可以。凹，硬凹。白鹿，白色的露水，寒。白鹿寒了。对。好。塞的是。塞的是。好，我写唐诗一首。好。还确定唐诗哦，不要写到宋诗哦，名诗。莫道。莫道秋江离别难。明日是长安，这个押韵不错啊。无稽还舞，刘君醉，随意清风，白鹿寒。啊，这个清风的清，肯定是这个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对呀 ，OK 一下，就写中间那个。对，不是自己主导的就会写错。莫道莫。可以伸缩，大家可以调。这样对不对？就。现在。再来。舟船明日是长安。舟。舟。船舟。啊，舟。船。明日是长安。再来。无稽还舞，刘君醉。吴国，吴国那个舞姬，那个姬，妖姬那个吴姬。吴姬还是吴姬？吴国的吴。我的吴啊。对，像无稽还舞，缓慢的跳舞。无稽哈，这个稽哦，要会写。无稽再来。缓慢的缓舞跳舞，缓舞。来。刘君醉，留下来刘。君醉。随意，清风白鹿海。
清风是清澈的枫叶，清风。啊，清澈清清。还有清。清澈清，去掉枫叶水。就是去的清。知道。不是，没有水不没关系。OK， 没关系了。清，枫叶的枫，清风。啊，枫叶的枫，这个枫还可以。好，硬啊。白露，白色的露水，寒。白露寒了。对。好。塞的是谁？谁的是？我喝一下唐诗一首。还确定唐诗哦，不要写到宋诗和明诗。莫道秋江离别难，舟船明日是长安港。这个押韵不错啊。无羁还武留君醉，随意清风白露寒。啊，这个清风的清，应该是这个，对啊，这个 OK 一下。哎，不是自己主导的就会。哎，这个有点奇怪哈。如果是这样子过来，切下来哈，我们这个画到这里，不要画过来，画到这里，然后这个可以到这里看看哈。然后这样过来，哎，从这里可以，啊，比如说停在这里，停在这里，这样可以，好，对，这个地方。那但我们如果要写成这样，也是可以拉下来，全身也可以拉下来，嗯，蛮好哈。那你对这个地方哈，可以这样没错，但是让它挺，不可以太圆，太圆的话就会改变它的这个感觉，这样。